有没有办法抱起来啊？搞什么也不知道。那天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，这个小女孩就在家里一直哭了，趴在窗户那里哭，可能妈妈不在家哦。然后大门一开开，一看还在哭啊，一抬头一看，哎呦，她都掉在窗户外面了，爬出来掉在那里了，我赶快就爬上去把她顶住了。他们站在下面，我就说你赶快报警了，我赶快上来把那个门踹开，从那个病人窗户爬过去。我说你赶快把他拖上，把他接上去。那一下可能拖了将近可能有10分钟左右吧。对呀，有没有办法给他抱起来呀？他爸爸在外地上班，他妈妈去上班了，就把他还锁在家里。没什么事，就一直在哭了，他也吓坏了，他也不知道危险性。这个那没什么想法，那时候一看到人很危险，这个本能的就上去把他给救下来，把他拖住了。